你伫国外好好休养，免烦恼厝内底的代志。好，再见。志明安怎讲？伊同意家一半的股份交予妍希，我想嘛是。佳云，你是不是有甚物顾虑？无啦，我是认为讲，就算妍希的巴肚底无听顶的囡仔，伊要提股份，咱嘛应该予伊。啊，不过咱要紧的是甲伊的关系，毋知予伊股份了后，伊甲咱大家关系较好袂？听顶离开吼，妍希需要时间来消化伊的情绪，咱嘛是。这代志吼，爱偷偷来啦。啊，不过今麦咱把股份交予妍希，伊应该会感受到咱对的诚意。什么诚意啊？大姐，你真是要把股份过予迄个小查某？我甲志明参详过啊，伊嘛同意。袂用的啦，十趴的股份呢？那会清清菜菜的给别人啊？阿姨，股份是伫个志明的名下，志明讲好，阿妈嘛同意，像咱无应该阁有意见啊。就算讲你要提出来参详，你嘛爱讲出道理，大家嘛才会当讨论啊。迄个小查某，明珠，你爱想清楚啦。王延熙的精神无正常。予伊十趴的股份，伊若偷脚去破掉，董事会顶面无支持咱，啊公司毋就摕袂转来啊！天天袂死，江宏杰是凶手，妍希绝对无可能支持江宏杰。你确定？若啥物代志拢予你料想会着，天顶即卖人阁好好徛伫遮咧，明珠。天庭离开，大家拢足艰苦啊！你无需要为了妍希要过分的代志，故意讲这话来伤害家人。我是咧提醒你，王妍希是蔡佳云蔡到要死，伊若走去支持别人，佳云就变咱林家的罪人，这毋是无可能的代志哦。妍希敢去甲江宏杰拼命，就表示吼伊袂去支持伊啦。你讲，那安尼伊要去支持啥？你讲的别人是啥？你若演袂出，就表示是你家己黑白想啦，就是想无才让人烦恼啦。这你唔免烦恼，妍希的代志吼，我感觉莫去顾了。伊的心肝哦，我会去化解。你若要思考公司的代志，你就好好想看卖。志明伫国外休养这段时间吼，咱要推荐谁出来做董事长？那是阮志文啊！安尼你都要提起志文，看伊要安怎做，予股东会相信伊。毋是单只为了妍希的代志吼，安尼也无理取闹啊！吼，即摆变成我伫无理取闹啊！你上好啦，会当控制你的细汉新妇啦，莫予伊去挺一个啥物阿里不达的人出来做董事长啦。到时吼，咱的股份变壁纸，林家三代的打拼，最后变一丢空啊！明珠，我知影你的意见上多啦，唔知影你即马阁会唱衰家己人，三代打拼一场空，对你有啥物好处？妈，我敢是甲大姐咧讨论代志尔。妈，志明要甲股份分予妍希，这件代志风险真大呢。天顶离开哦，妍希已经真可怜啊啦。就算有风险，我嘛愿意承受。伊的要求合情合理，咱嘛袂当对不起人。搁再讲，迄十趴的股份也无叫你提出来。你因为安尼，甲厝内的人大细声，连家己厝内的产业嘛要纠缠。你常常爱顾别人无正常，啊你家己咧？妈，明珠安尼想吼嘛是有道理啦。阮吼，家是想法无同款，你莫讲阿姨啦。
你家己爱想会通，唔通事事行行拢用泥巴的角度去思考。厝内已经真乱啦，唔通家己人吼嘛乱窜入去。妈，你阁遐尼相信迄个王延熙哦？我上相信志明的判断啦，伊一定思考了真清楚，嘛想过一点啊。好啦，既然志明讲啥物拢对，你嘛坚持要寻王延熙这个孙媳妇，迄嘛不要紧啦，阁当作我讲的话拢是废话啦，莫到时公司摕袂转来。一个拄入门的新妇被冤仇人，大家又要哭无目屎啊啦！到这时阵啊，厝内还搁咧乱啊！妈，明珠的这场顾虑吼，也是做正常的，你莫搁生气啊！妍希是咱林家的新妇啦，伊的心情还袂平静。啊！你对妍希吼，都爱较注意咧，唔通真正互伊乱来，去影响到林家名声。我知。阿姨啊！喂，你怎啊？喂。喂，啊！你敢是走日本佚佗？哎呦，佚佗归佚佗，厝嘛爱归厝。我先来拜拜，感谢天公，我一路平安。哦，你去啊，我再来泡茶，啊，再甲介绍日本的风景，看倒下较好耍吼。来啦，咱连江咧，今仔日阮查某囝后生就要请我食饭，一年才一摆了。有影吼，安怎？你生日？无啦，今仔父亲节咧。哦，父亲。哎，啊对，你迄后生查某囝嘛伤过头俭啊，啊一年才请你一摆哦。啊！连生理都甲你变去啊！你就知影这顿饭哦，偌呢才重要嘞。哎，啊！恁甜丁啊嘞？恁甜丁啊出头哦，上界济。即马若拄着节日哦，伊就想尽办法，互你这个老爸欢喜。人若伫国外，伊嘛是安尼做。即马何况搁是国内，嘿，即摆啊办哩一定比天公司搁较闹热嘞哦。对啦，嘿，这囡仔啦欢喜，咱也对你欢喜啦，哈哈，这一定的。妈，喂，你拜了未？还未咧。那无我先去食饭啦，食了开始拜拜。无咯，爱先拜拜。拜，天公会甘要等你，卖有囡仔等。去。我再甲讲啦。人天顶啊等来，你往那边做人有做好主。哎，我小弟就过来。好啦。嘿嘿。来，等你交棒呢哈。好。老阿姨生死，老阿姨生死，你上烟斗飘飘的后生，叫穿好好料咧，办公室等你咯。老阿姨生死，老阿姨生死，你上烟斗飘飘的后生，叫穿好好料咧，办公室等你咯。请赶紧起来，办来你就老实咯。嘿嘿嘿。甜丁啊，老甜丁，哈哈，我知你无事，来，咱俩闭鬼闭鬼，藏在度，你藏在度啊，出来，嘿嘿嘿，你家咪的家伙，你祝到你天快乐，祝你天天快乐。我爱两位爸爸，我甲我巴肚内底的囡仔要甲你讲一声，父亲节快乐！快乐！亲家，父亲节快乐！你嘛父亲节快乐啊！来啦，吹蜡烛！好，我倒点蜡烛。这，你迄个。这录音是恁放的吼？哦，那是妍希的主意啦。阿姨讲，田兵吼有一段录音，想要放互你听一下啦。虽然无看到人，也毋过田兵，伊嘛是陪伫个咱大家身边。爸，你袂生气吼？
我对你有较失望啦。但是你甲我同安尼做，这就表示讲你我都接受天顶的离开，啊，这是进步的代志。爸爸真欢喜。我想这应该是天顶要送的父亲节上好的礼物啦，哈。真正有礼物要送给你。有影，有影。这什么呀？哎呦，啊，这四张飞机票呢？田丁有跟我讲过，你细汉的时阵去美国的机票，拢是你欠出来的。伊讲，就是因为你。阿多啊，有法多看到台湾人的缘投，伊才有法多做台湾之光。那不过台湾之光的爸爸拢一直伫个台湾，一世人毋捌去过美国，干那伫个银行看过美金。因为你拢会偷偷啊寄钱予伊，安怎讲拢讲袂听。所以天顶决定今年一定要我带你，甲阮爸去美国，看伊个生活的所在。看伊交的是啥物款的朋友，互伊排阿多啊，是写作啥物款？虽然伊的愿望暂时无遐多完成，啊，不过总有一天，我甲我的宝宝会带恁去，同款一世的人，十张机票。好啦，伊遮急性，哎，爸爸你莫咧讲，佮你八宝来咧，你身体顾好，吼，啊，等小天顶来生出来了。我答应，我甲亲家哦，再互恁两个带阮去美国试试哦。试试。看看呀。好啦，祝恁两个人一定要健康哦，安尼才有法度坐小天顶去看世面，行伊爸爸行过的路。好，这查甫人哦，讲话不能犯忌犯道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亲家，加油加油，咱唔通闹开呐哈。当然咯。天顶若是知影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当然嘛，欢喜，这么圆满的父亲节哦，欢喜欢喜欢喜。我讲，你坐来，你这哦，你这摕去大厅供养啊，这是喜事吼，普天同庆。啊，这叫天公吼，叫天顶来食这羹糕，哈。我知。亲家，啊，但唔，我刚才我才好，哪去传了？做这么好的新妇，我反而不过这父亲节，煞来个拖。啊，从亲家啊，歹势嘞，啊，耽误恁延禧啊嘞。哎呦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什么人拢无希望发生安尼代志。也毋过，我是伫个烦恼延禧即卖状况啦，伊虽然。看起来安尼笑笑啊，啊，不过伊心肝内怨甲恨，一定也袂放下。是啦，我知影啦，这应该无遮快啦。延禧跟你嘛真亲啦，你讲的话应该听会入去。所以我希望亲家你甲我斗三工，让延禧会当慢慢啊放下沉重的代志。我希望我这个查某囝会当变甲亲像较早同款单纯善良。唔通家己人生用来做保护，咱健康，延禧若想会通啊，咱四个人要做出国的愿望，才有机会好完成啊。我知，这我拢知。延禧代志哦，我一定尽力啊，咱来拜拜。哦，我相信天公伯哦，一定会圆咱的愿，加两个啦。无你无看，加两个只细粒，咱无其他食无。